现在介绍这道菜为金针菇烩鸡。首先包装打开来有金针菇、红萝卜、鸡丝、葱、姜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粗粒黑胡椒二分之一小匙、水100cc、太白粉水一大匙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姜丝，等姜的香气出来之后，放入鸡丝，把鸡丝炒至颜色变成白色时，放入红萝卜、金针菇，略微拌炒之后加入水 100cc， 等金针菇烧软之后，放入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粗粒黑胡椒二分之一小匙调味，拌匀之后放入葱段，起锅前用一大匙太白粉水勾芡。勾完芡即可起锅，我们金针菇烩鸡完成。